甜心老师，今天大盘回落超过百点，但是您上周给大家的这份资料里面的股票全部都是涨的，大盘回落还能够让大家赚钱，太厉害了吧！哦，你想了解吼这里面哪一家公司吼最早开始赚钱赚最多吗？当然想知道啊，看节目喽。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4月6号星期三了，很多人说哎，今天礼拜一 no， 今天礼拜三了，不要四天连续假期放了，都忘了，都忘记了哈。回到台北股市看到今天的盘，哎呦七顺顺呐，不美丽，但是你反观 follow 甜心，关注甜心给您的春暖花开，新花朵朵开，还有这份的再生能源一样让你新花朵朵开呀！有拿到的好朋友帮自己掌声鼓励鼓励啊！我们的台盛科赚不够，还有在新唐赚来的，新唐赚不够，台办乔茂持续让您赚来的，拿到春暖花开就是赚过来又赚过去，那么再来回到这份再生能源，老师今天盘面上绿油油一片呢，是啊，给大家这资料里面的股票，哎呦，昂吉吉呐，水嘎达金呢，好好赚哦，开心啊！哎，老师，那这份价值千金万金的产业报告还可以再索取吗？每一档都涨，太开心了，真的很开心呢。今天再好了，今天我要讲一下哈，假设动作还没有拿到，是好，赶快来，延续照样送。好的，好的，这是防御的概念。哎，对哦，什么叫防御的概念？来看大盘。好，我上礼拜有强调一个重点哦，防御性。你的投资组合里面，我希望要有防御性的持股的原因，是因为盘势本就轮动，是轮涨，轮涨，你不用重压一只，没错，但是你可以什么？这个产业选一只，对，有没有？车电产业选一只，就挑只最强的就好啊，是不是？你都是有类股轮动，没错，会动到你。嗯，那你看一下大盘，今天是回落的，对，没错。不过这个哈，你要知道，上礼拜五跟今天哈，刹车线的痕迹很明显，为什么会回落勒？来，要注意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后黑天鹅持续飞，没错，国际在讲升息跟缩表的问题，没错。不过这个我说过了，今年本来就是会有升息影响，对不对？这就老议题嘛。对，好，再来呢，封城，对，对岸封城的问题，这个后，所以你会发觉后近期的那个台股稍微稍嫌震荡，对。但是呢，我强调了齁，很多人会在这里告诉你没有量，没有量，台股今天就有量了啊，有比较好啦。那我上礼拜是不是也提醒大家，量小有量小的做法。那量小后，你的做法就是数字会变得很重要。那你可能会好奇，老师什么叫数字？对啊，什么样子的数字？你要不要知道公司赚不赚钱？要啊。你要不要知道公司未来的订单有没有？当然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知道后什么产业是政府扶植？哎呦，政府扶植的产业怎么会丑到哪里？对呀，真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说量小有量小的做法，资金往哪里你就往哪里嘛。对的，资金往哪里你就往哪里，这个很重要。聪明钱要往哪里走，我们就跟着走。所以后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啦，哈，那今天哈，其实你拿到这份再生能源的报告，我上礼拜就送了嘛。你会发觉哟，大盘回落，回落，防御型的公司就开始攻击，乌啦。再次恭喜大家，有来索取我们这份呢再生能源产业报告的好朋友，通通都大赚咯。今天很开心哦，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。而且你拿到，你没有感觉盘是回落的，哎，没错，哎，今天是大盘回落百点呢。不过妍希今天再送哦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这个产业，我拜托你要用中长线的眼光。我讲一句直白一点，暴利就是等来的啦，没错。对的，还有再来，年底有九合一，是的，年底有九合一，还有好朋友在那个LINE上浮起来说，老师九合一是什么？就那个不能讲，那两个字在广播就是不能讲，对，绝对不是肺炎链球菌，不是。
不是什么七价九价，不是啦，不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能讲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假设你不想看盘的，就要拿。对啦对啦、哦、不想看盘没有关系，但是钱钱一定要赚到。中长线的，为什么？我常讲，你看回大盘、嗯，我说过关键时刻我会给你关键指令。有的，我们先举例好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份春暖花开，妍希，你三月齁，你现在看到的是大盘的 K 线。我问各位啦，现在的台股站上俄乌议题的起跌点了没？啊，没哦，还没有。嗯，而且妍希跟别人不一样，是我说过该避险的时候要避险。当然，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三月初？我给你关键动作，什么？三月初是不是在这个位阶？看 K 线就知道。当时我说你要看高殖利率的，没错，你要看一些后就是配息呀、啊，很多的。有，我那时候举例什么2603长荣，各位看一下，是不是从三月一号开始？哎呦，这样一波，哎，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再来2609，你都要把 K 线看清楚，有没有？2014的中红钢铁。对、啊，这是我三月初要你的动作、嗯，因为我的节奏是清楚明了。对的，再来到三月中，哎呦、嗯，台股真的回落了哎、欸，为什么三月这一波回落是千点？没错，你看清楚，千点其实很恐怖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，假设你愿意三月初把我的那个资讯，好把妍希的一些建议，听下去，听进去，啊、你真的后就是啊，没关系啦，长龙涨得慢也没关系啦，中红涨得慢也没关系嘛，我都是赚呐、啊。啊，问题是，哎、欸，我避开了三月前半段的台股的。千点回落，甜心是让您避风行又赚财富、欸，这是重点。即便我赚得慢、哦，可是说不定哈，如果你放在电子，还到现在还迷迷冒冒，你知道不？还多了一天呢。如果你还是电子，你是不是三月初到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没错，还在等解套，真的就是这重点。嗯，好，到三月中是三月中不一样了。天哪，妍希看到那个后，春天的花要开了。是的，春暖花开了，我很喜欢春天的感觉，虽然。过敏会一直发作，但是我很喜欢有阳光，真的。好，然后不会太热，是刚刚好春秋这两季，对呀，很舒服，舒服的。好，我说，哎呦，这个大盘也看到春天了，我是不是在这根 K 线，也就是三月十七的时候，我就送，哎呦，赶快，有，赶快拿。为什么大盘有要上攻的力道？有要上攻的力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买什么比较会攻击的、比较活泼的、大家都爱的、比较好赚的，有没有赚得快的？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节奏抓清楚一点。把春暖花开拿出来，是的，我相信你来拿再生能源，你一定有春暖花开，没有关系。我常讲吼，我福气留一个缺口，我甚至有会员都是看了我一整年的周报来参加，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拿回去看妍希把产业研究的透彻度，这样会最好。我最喜欢你从产业出发嘛，好，你春暖花开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哇，前面第一个就什么二级体，是啊，5425怎么这么会涨？好好赚呐，台办呢？我就放在当时17号给你的位置，位置点有没有发觉？当时才7字头，好便宜哦！哇，老师，现在才四月初，明明还休假个5天4天回来，对，哇，这前面这档股票好恐怖哦，7字头就可以飙到9字头，好猛哎、欸，好好赚哦！还有啊，台胜科最恐怖，台湾胜利，你去年做一趟，今年又做，没错，去年的时候还在上面告诉大家，不好意思哦，这只股性就是慢哦。没想到他今年华丽变身，直接用喷的哦、欸，真的耶，多好赚！你看看280，甜心清代涨到375哎。其实这个有一个重点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喷这么快。我要说实在话，我也不知道他喷这么快、啊，但是我就是把产业研究好嘛。嗯哼，我还是就是重复做对的事、事情。我要大家就是这个道理，重复做对的事，而且更何况你没有卖掉还回落的时候，我还一直跟你强调这个产业好不好？好啊，而且呢，冲出去又回落，是不是你又是漂亮的？对，你就是要有这种波动才好赚啊、是啊，难道你喜欢死爆活爆吗？不要啦，死爆活爆来再生能源拿回去，好再来。所以操作不一定，真的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爆股票，欸、没错。再来你一样，春暖花开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好恐怖！你的4919号新唐怎么也用标的？除了台胜科用标的，4919也用标的，标的，而且全市场。
没有人像妍希这样股票直接送在起涨点，哎、欸，起标的点位耶，多全市场只有妍希不怕你赚，没错，就怕你赚太少，真的怕你赚太少，明明就很有行情，你选对股票就好了嘛，没错。再来3624老朋友，是的，光天哪、啊，妍希你去年做两趟，今年又继续讲，对，继续，而且重点喽，我今年初我就直接跟索马会员讲，他就是要三位数，有果然就是三位数就到啦，没有百元券。俱乐部到了，所以你拿到春暖花开很开心，真的开心啊，心花朵朵 开。再来，我说我节目优质嘛，是上个礼拜啊、我记得大概是礼拜三还礼拜四，嗯哼。我是不是有讲台澎金马？哎、欸、有，我们的侧标有写，对不对？侧标写啊，台澎金马真的强。妍希，你真的是不小气，甜心就是这么的大方，没有关系。嗯，哟，今天干嘛？哎呀，我们的德威叮咚亮灯涨停板！天哪、啊，妍希，你还事先讲，事先给？哎、欸，完完全全事先讲。我在时间点要跨到四月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一个重点、哦，你要把眼光放在成长股。成长股，成长股有一个重点叫什么？你要预设股价高点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嘛、嗯，对不对？所以再次恭喜啊！所以有听节目的好朋友，通通都大赚了。好，所以这里我常讲，节目认真听啦。嗯、那今天哈也是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今天礼拜三嘛，礼拜三想不想哈从年头赚到年尾？当然想啊，每天开盘就有赚钱的感觉。尤其是不想看盘的好朋友、嗯、啊、哦，尤其是眼光后有中长线投资的概念的好朋友，嗯嗯、这份再生能源产业报告。嗯一定要来拿好的哈，价值千金万金的产业的研究报告，再生能源在大盘回落的时候，里面的股票全部都大涨哦，全部都是涨的哦，通通让你赚钱哦。老师刚提到不看盘没有关系、啊，但是钱钱一定要赚到。对，不看盘没有关系，节目一定要听，赶快把我们的这份价值千金万金的产业的报告，再生能源产业报告带回去，如何得到呢？广告中来告诉你喽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你电话拨通了没？还没拨通电话的好朋友们，来品花教你一个小配宝，甚至盲线中哦，你可以呢，赶快要、哦、把我们的 YT 频道来做订阅，这份的价值千金的再生能源一定要拿到 YT 频道订阅，把这个订阅按赞的页面截图下来，上传到 LINE 的生活圈，然后呢，把你的资料填写清楚，姓名、电话、姓名、电话，系统辨识成功，一旦辨认成功，你就可以立马索取，立马得到。到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甚至你连电话都不用打。对啊，节目不用应该说看盘不用看，盘不用看，节目一定要听，钱钱一定要赚到。这份的价值千金万金的再生能源产业的报告就是你的咯。就举例好了，好今天盘是回落100多点、啊老师，你上礼拜才刚刚讲，一定要有投资组合里面、一定要有防御 性。对，什么叫投资组合要有防御性？盘是回落，盘本来就是涨涨跌跌，对呀、啊，上上下下，尤其是回落的时候就是。黑天鹅多嘛？哦、对呀、啊，今年什么黑天鹅多？升息嘛？哎、欸，是缩表嘛？缩表，这是不变的议题嘛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我也跟大家强调了，费的也讲了五月嘛，好、哦，那现在呢？你要先了解这个礼拜嘛，这个礼拜都还没过嘛，你要了解后近期最大的大家在。焦点在什么？下礼拜台积电是法说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再来，今天已经是6号，对，10号快到了，也公布了。你永远把眼光放在什么数字？对，数字又讲了，营收好的公司，每个月10号我都可以赚。哎，对呀，感觉好不好？好啊，这样有一个操作节奏。哎，不是天天赚，天天赚的，有时候好的公司你就是放着等暴利嘛。什么叫暴利啊？有一波冲出去超过100%的那种暴利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就是这个概念、尤其是来要不要赚年终？当然要、啊，你可以从现在就开始赚年终啊，可以、哦，这份拿回去啊。好的，讲重点哈，来，我们先延续上半场，我讲那个3675。好，德威，德威，我上礼拜是不是侧标告诉你台澎金马？有，而且我叫你背起来，有的，忘记了去前两天的节目听，节、目听，节目看，前两天，对，好，那我现在问你，来，品话，你看 K 线，好的。这个档股票，假设你没在老师身边，你抱得住吗？抱不住，老师那个长黑吼，来一天大涨，对啊，一天大跌，大跌又震荡、啊，今天又大涨，今天大涨又涨停板，哎、这个好像没有老师看。如果譬如啦，假设你是非常注重技术分析的，我说过技术分析只是挑选股票、操作股票的一环，不是全部，其中一环啦、
是全部，但是非常多人只看技术分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大概是产业这块比较要有一点难度啦。技术分析入门的门槛稍微比较低一点，是它只是让你以后可以赚，对，但是我认为赚是不大，因为一下子就被骗线，一下子就被来。如果你没有在妍希身边，如果你没有把产业看透看了解的话，一天大涨一天大跌，这种股票你怎么报？哎呦，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卖呀卖呀啊，真的就卖呀，对对不对？卖呀卖呀，那个暴利就给你拜拜呀，不疼啦。所以我很喜欢用产业的眼光帮大家选股，我没有那种天天涨停板，我说过我不是那么厉害，我不是神，但是我的股票很有延续性。没错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再生能源报告拿出来，我们先来开一档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来，你把再生能源看到的，你会发觉，哎呦，老师，你三月多给的，三月多就写的，真的耶，还是送送啊！我的股票就是有延续性，我喜欢涨不停嘛。嗯，来，你看一下太阳能的需求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台湾啊，海岛的国家，海岛型国家，大概98%我们的能源要靠进口。有，因为呢，我也没有办法跨国供应嘛。嗯，我们毕竟是海岛嘛。是，那再来呢，你要看那个 ESG 永续投资成为企业显学，这叫什么？来，大家都对绿能、再生能源都有一个未来就是全球致力的一个目标嘛，对不对？你光看现在电动车也是因为碳中和的议题，所以电动车这么夯嘛。那你再来看一个重点，就是说吼，那个碳中和的议题近期在炒，我们先拿台积电来举例。好，台积电就已经讲了吼，那个目标在2030年全部的厂房有25%，嗯哼，要用到什么再生能源，就像太阳能的概念好了。那还有一个重点哦，这个会关乎到企业生存。嗯哼，你可能说，哎呀，企业生存这个议题好恐怖哦。哎，对耶。为什么嘞？你这边看清楚哦，因为苹果要求台积电一定要将 ESG 列入重要指标，等于我今天我让你拿我的单，我苹果让你台积电拿我的单，但是我要求你一定要那个100%的绿电，你一定要用哦，不然呢2030年前你要干嘛？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没有到达我给你要求的标准，使用绿电来生产我的产品会怎么样？换单啊，换给别人啊，抽单啊，直接抽直接换哦，这叫什么企业的生存哦？有没有很恐怖？有欸，所以这是不是必须？当然是必须啊，你看这样子政策环环相扣，是不是必须？是必须，就是这样啊。我要的是什么需求嘛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你要找的是未来有需求的，你可以不要看盘，你可以轻松赚，对。但是你有没有这个产业的概念？我们今天先开一档好了，好好好，老师，你太阳能哦。你给我的股票齁，真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是手指头拿出来都算得出来，少少的，人家齁只要一个产业就给30支50支，一串葡萄12支啦，基本怎么买呀？直接这么一套欸，哇，那个妍希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，老师直接把你擒贼先擒王了。对啊，而且重点前面三支太阳能，后面还有加储能的概念，还加电车的概念，还加电缆的概念，欸，怎么这么恐怖？对啊，真的，我跟你讲哦，里面哦，我先举例，有技术非常好的，里面有一家太阳能技术是最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老板野心很大。嗯哼，我说过了嘛，你今天一定要找像当初我在选爱普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黄董？他的能力跟他的能耐不是一般老板可以超越，他的命格也特别不同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命格我都去看了，紫薇的那个命格我都去看七杀命，大家都会背呀。所以我讲后，你今天要看的一家公司比较有续航力，然后比较波段的，你这些细节都要看。哎，真的耶，平常就在做这种事情啊。我还不要讲哪一家，我还不要讲。好，这个等大家就是全部都拿到了，我开始再仔细讲。好，那我们先开一档。好，先为什么嘞？来，今天开一下哈。好，谁的？有没有今天大涨？哎呦，安吉，我通通都给你布局时间哦。有，我记得我是礼拜四送，而且还有三月底送的哦。有的，我都给你布局时间哦。有没有发觉？这里后讲一下，这家公司以前你以往都觉得太阳能是赔钱，嗯，它已经连续19季赚了。
连续十九季，我说你把数字看清楚嘛。哇塞，还有刚刚转亏为盈的，哇塞，最大的利多哎、欸。所以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下啦，哈、你既然知道未来需求这么大，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样节奏后，就是转过来又转过去，哈，稳健的一路转。好的，所以还没有索取到的好朋友，就赶快索取喽。好，亲爱的好朋友，甜心再给你机会，一定要来拿哦。这一份的价值千金的再生能源产业的报告，手边还没的好朋友，请您一定要排除万难，盘可以不用看，但是这份资料您一定要来索取，一定要赚到。聪明钱往哪里走？来，股票都在里面，不用猜。直接电话拨通，甚至有加我们的 YT 有订阅 YT 的好朋友们 YT 频道订阅按赞的截图页面，然后呢回传到 LINE 生活圈，把你的姓名跟联络方式写得越清楚越好，系统一旦辨识成功，这份资料就是直接让你拥有，直接让你带回家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，直接拨打广告当中的服务电话喽。节目中的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妍希祝全国的投资朋友们操作顺利喽 ！YT 频道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